大家好，我是 Auditor。今天我做了一个赚钱的测试项目，这第四部分非常有趣。它是一个键盘游戏，那么两只手指，左手和右手，食指和中指，按住四个键，那么类似于回想到以前玩那个打蜜蜂啊、魂斗罗啊、超级玛丽啊，键盘游戏，模拟那个游戏机在屏幕上，然后手指呢不停的按打游戏。那么这还真是这么回事。首先，左手的 A 代表红色，右手的 J 代表蓝色，一数字代表小数字尺寸，那么九呢代表大数字。那么在屏幕上出现红色的时候按 A，蓝色的时候按 J，剩下呢有小井号，这里小井号按小按一，一或小井号按一，九或大井号按九，这是非常有趣的。好，我们可以看按空格键开始练习。这个游戏居然还能挣钱。好，开始了，红的、蓝的，按一，按九。好，我现在测试啊，这第一时间测试，测试好以后就具体开始了。好了，过关。那么，食指 A 和 J 摆放位置和颜色有关系。那么我按空格键，可以继续正式开始。好，这里呢还要小心的，如果是出现一和九的话。小井号、大井号的话，颜色要忽略不计，不要被迷惑了。这时候不能按颜色，必须按一和九，是小和大，或者小井号和大井号也是按一和九，表示小和大。这要注意，它中间这个游戏还不是特别简单，还要迷惑你呢。但是我在经过刚才的练习呢，现在心里已经有数了。那四个手指呢，已经基本上知道到哪里哪个位置按下去，出现什么屏幕上出现什么就按下什么。好，这个游戏以前还是玩过一些游戏的吧，所以这个。应该测试它对我来讲还不是太难吧，也希望今天能顺利通过。好，正式开始，红，大，大，蓝，蓝，好，我随时也要按键啊，就是一按一键，按大按九键，按 J 小一啊，有时候还跟不上了，感觉到啊，赶快反应，好一 A A。九，小，红，好，这游戏还是比较简单的，我基本上还是比较顺手了啊，到后面就比较熟悉了。尽管呢按错了一两个吧，但总体来说呢还是没问题的。这就是我说的一个按键游戏啊，不是打怪，也是就是打一些颜色和大小，然后呢你通过四个手指按键，我就是搞不懂为什么他要出这个测试项目，这个游来。给你开放让你去挣钱呢？我搞不懂。我以前想的是一个调查项目，居然是一个游戏项目，这是很令我出乎意料的。我也不知道他能得到些什么数据，难道测试反应速度还是什么的？我不是太清楚吧。反正经过了这么一些，大概将近五六十个吧，这个数字以后吧，好，游戏终于过关了。那我们看最后怎么样？好，顺利通关。通过了本项目啊，难度呢并不算大，完成就能挣到了。这个项目总共是3.5个美金吧。好，也是我见过的一个比较奇葩的一个项目。那我把这个复制粘贴一下子，这个连接我就能挣到钱了。好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